前两天我在这个视频中说，为了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把国外的这个高污染企业引进，那么造成环境和地下水资源，未来子孙后代，需要很多年去改变这个环境。许多人看起来好像很失望，是吧？因为有一些科学的论断。像中国这样的污染，土地板结、地下水污染，尤其是北方，完全依靠地下水的地方，怎么办？怎么清除这些污染？即便中国共产党倒台了，是吧？留下来一个烂摊子，那中国人怎么活下去呢？事实上，这种担忧。确实有，但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不用那么紧张。因为你今天在中国出现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其实都出现过，在英国，工业化开始以后，污染就相当严重。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还很严重。那么后来人家怎么解决的呢？人家开始转型了，是吧？搞这个科技创新，搞金融服务业，把制造业逐渐的剥离出去了。所有的高污染的东西，本国范围内都不干了。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上个世纪50、60年代污染也很严重。你今天去看一看，铁锈地带，就前工业区。实际上，你要翻一翻他们之前的历史，新闻报道中、图书馆中有很多例子都是非常恐怖的，污染了河流，污染了沿岸。主要是化工污染，那这些污染带来的恶果，带来的这些癌症高发，都是极大的问题。那么他们最后怎么解决的呢？也是先把重污染的企业迁出去。实际上这2年有一些又回来了，你譬如说这个，大量生产的半导体产业。实际上，它也有污染。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稀土，稀土在开采的过程中，对周边农田的污染相当严重，因为稀土本来就是土啊。开采的过程中，尤其是露天开采的过程中，它一定会有扬尘。那么含有稀土的扬尘覆盖到正常的农地上，它会让你减产。甚至让你绝收。那么紧接着呢，像聚氯乙烯这样的，塑料制品，石化行业现在不也回来了吗？日本的一家企业，在美国今年建成的聚氯乙烯的产量就要达到29万吨。说白了，不就是 PVC 管吗？对不对？你搞建设、盖房子、盖厂房、盖民房，都需要这个东西。那他不是也回来了吗？人家是有选择的。全球化被疫情中断了，开始出现了一个分支。叫区域化，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贸圈都在寻求自循环。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们动用了国防安全法，稀土重新开采了。
相对污染比较高的企业有选择的又回来一部分，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的对原药在原药方向上对中国的依赖要减少，那么要减少的话就意味着原料药这一类的化工厂，那么建立一个安全的生产链是吧，在友好国家在盟国生产，或者说有一部分要回到美国，那这些你都会明显的看到化工企业又回来了，至少回来一部分。它主要是有一个前提，任何一个企业的建立环保要跟上啊，如果跟不上会有巨额的罚单。所有的这些技术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为什么在中国做不到呢？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特权企业，如果没有特权那就送礼呗，对吧，靠行贿收买监管方他一样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的污染在持续，尤其是中美之间走向决裂以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更多的依赖煤，依赖本土的煤。大家都知道中国从大清开始是吧，船用的煤炭啊，用的都是进口的，因为本国的煤炭大卡数不高。啊，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煤炭的使用量越大，你对整个中国的空气污染贡献值就越高。这些问题都是现实存在，而且你很快就能看得见的。那今后怎么办呢？如果中国有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那也就意味着你跟整个世界将变得更容易对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跟美国是盟国，这也就意味着别人不会对你有太多的限制。那么你要买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是吧，可以正常的进来。高污染的企业呢，你可以甩给更为贫穷急于想翻身的这些国家，产业升级将变得极有可能。当然了，中国的这次变化会损失很多人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相对比较快速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口红利不在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急剧的减少，这也就意味着产业升级成为一种必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本土的污染因为污染企业越来越少，所以它持续污染的可能就降低了。那么相对规范一点的生产防范措施跟得紧一点，污染自然就会降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污染不再扩大，治理污染就变得有章可循。英国人怎么干的，美国人怎么干的啊，图书馆里都有，你可以照抄是吧，你甚至可以学习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些方式。美国直到现在还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工作人员在跟踪美国曾经被污染的地区河流，密切的关注生物恢复的情况。联邦资金、州一级的资金、专业的科技人员都在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成熟的案例都会对中国开放，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去担心中国现在造成的这种局面
啊，要花几百年上千年啊来挽救，其实都是这么说。就像切尔诺贝利一样，切尔诺贝利从它出事儿到今天不过也就40年，是吧？它现在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首先，前苏联在解体之前面对这个事故实际上是采取了救援的，因为有了军人和工人的牺牲，所以它事实上造成的人员伤亡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第二个，欧盟给了它极大的赞助，因为要保住自己的国家。欧盟给他的赞助导致水泥封闭整个核电站成为现实。那不锈钢罩、水泥罩，是吧？铅封，所有的手段都上了，不就是花点钱吗？保卫乌克兰的同时也在保卫欧洲。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恢复自然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就类似于战后重建一样，因为经历的次数多了，手艺就越来越好。所以我倒不认为非要去特别担心这些事儿，最大的问题是先解决这个污染源。你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企业的污染，实际上是中共这个集权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来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钻洞，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最大的污染源在一党独裁，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的声音，甚至他压制所有人反对的声音。它不是一个正常社会，所以你期待中国有一个转变，它要有一个前提，这种集权的体制不存在了，就是制度性的独裁被消灭了，中国才会有向好的可能。好了，谢谢大家，再见。